Alex， 我介绍一下啊，这是咱们电影的制片人 Alex， 这是我们公司的艺人林夏老师。我算什么老师啊？你闭嘴！你好，林夏。你好。你们都到了。贾导。哎，力大无穷。你见笑啊。上一次那部戏非常遗憾没能合作上，这一次阿历克斯让我推荐演员，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啊。是您推荐的。哎，阿历克斯你们都见过了吧？刚刚见过啊。他是我在国外参加影展的时候认识的朋友，这一次回国想自己组一个班子拍独立电影，自己制片。太好了，那这么着咱们边吃边聊啊。哎，好啊，走。行行，里边请。好好好，坐着了。好。哎，贾导啊，这个我斗胆说一下啊。我来吧。哎，我说就是您那电影，谢谢啊，那个电影节上得那个奖啊，真的是太棒了。我也看了啊，这个戏非常的精彩，这个艺术功力啊，真的每次看我都热泪盈眶啊，真的贾导演啊。哎，来来来来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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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导演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导演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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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哎，哎呀，哎。脑子，龙哥，脑子，龙哥，脑子，宝贝给我，宝宝给我，宝宝给我，你是不是懒泥扶不上墙？你是不是懒泥扶不上墙？我要你倒酒了吗？我要你倒酒了吗？哥，你别跟着我。好，你说，我听听，你说你怎么想的？你说，你是不是有自毁倾向啊？你说，我这不是你让我多表现的吗？我是。你好好玩儿，你哥，我在国外待惯了，不怕听实话，有什么就直接说。啊，刚才发生了那些，你为什么还要送我回家？我想让你当我的女主角。我当女主角？这个女主角该不会是要潜规则才能得来的吧？哎。我知道有一家酒店啊，特别的舒适，要不要跟我去试一试？啊，我可不是那种人，我自己几斤几两我很清楚的。开玩笑呢，你放心，我选你做我女主角，是有我的原因，你先考虑，考虑好再给我答复。啊，吓死我了。谢了。哎，林夏，你单身吗？
不是单身，但我有喜欢的人了。好，晚安。晚安。这人可真是奇怪。叫什么呀？大半夜的不许叫！跟谁出去了？这么晚才回来？你吓死我了！没谁。男的女的？你能不能学点好的了？工作上的人，纯工作。嗯嗯，不信，爱信不信？我也不信。